在检查。身份证，身份证呢？那边的呀。身份证没在这里啊。报上名字。身份证号码。唐桂香。身份证。唐桂香没错，找的就是你。张局的，跟我们去派出所，张局认识。这么晚干嘛？什么事啊？去派出所再说。凭什么呀？就凭我们是警察。就无影无故这样带人走是吗？是啊，还要怎么样呢？没有什么证据啊。要什么证据？没有逮捕令。现在不是逮捕你，好吧？是传唤。为什么传唤我？让你去派出所，好吧？传唤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派出所会找你了解情况？我现在就需要。现在我可以不告诉你的。呸！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？那我们这几个人，你说能不能让你弄走？我问你。那你们这就是非法闯入民宅了。我这不叫非法的，我是合法的。那你拿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我看一下。我要什么证据？你们是哪里的？啊？哪个？沙井派出所的，我是沙井派出所的，警官证可以让你看看，没问题啊。为什么要传唤我？我又没犯法。在网上搞什么？我网上搞什么？这是我的警官证。在网上。看一下。在网上发表什么了？我发什么了？啊。没发什么呀？没发什么，回去了解，好吧。我为什么要走？下来回去。等等，我先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什么意思？配不配合？我问你。起来配合一下，快点，你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的走，沿着走。你自己。好好的走，自己走，沿着走，快点，不自己走，架你回去。什么情况嘛？配合一下，回派出所调查，咋吧？我们一没犯法，为什么有没有犯法？不是你说了话。这个东西不是你在网上鼓捣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舒服吗？你们这么多人藏了我一个孩子家，不用跟他理论了，不配合，架他出去。你们这么多人藏了我一个女孩子家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走，给衣服。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保安。